每年五一节，北港镇公所拢会举办白马站的爱心关怀活动，得到真侪地方店家甲企业的赞助。今年老厝社区的理事长蔡碧聪的率领之下，也出动20位的志工，用3天的时间就绑了10000粒的爱心粽。也由镇长张胜德甲北港调停局的董事长蔡英德等人，专工送粽给弱势民众。20位社区志工两天内要绑10000粒的肉粽，为串料、叉鸭、白粽、三合石，非常的不简单。事先准备的工课真重要。两天拢5点就来准备，今仔第二天的。之前伫厝的就转一寡洗肉粽叶，叉料，原本迄料吼来遮叉袂赴，阮就进前工就甲全部拢甲准备起来。来遮10000粒，两天才有法度赶起来。今年爱心关怀活动除了人力的支援，真侪在地店家企业赞助糯米、土豆、香菇、粽叶、粽鸭。油葱所欠烹料，嘛感谢吼，咱来自各地乡安北港组的一挂董事长吼，寄付米、寄付土豆啦吼，种种吼，感谢因会当共同吼，来送出爱心，咱一挂较弱势啊家庭较无好的吼，会当吼感受到吼，除了妈祖保庇以外啦吼，得咱感受到实际吼，伫这个季节的温暖。虽然北站的工作真辛苦，但是大家拢真热心。为了关怀社会弱势家庭，理事长感谢大家到收听。这个志工吼，真正嘛足辛苦的，透早拢对我5点的，有的5点外，5点就来遮咧无闲。共同为咱这五日节吼，哦，咱这低收入户会当感受到他我们的爱心。随后由镇长张胜德、北港调停局董事长蔡英德等人，专工送粽给弱势民众。关心因的日常生活情形。我社会科长讲，伊讲这条鱼啊，害叫社会科去叫你介绍来看嘛，你甲送收，送收。你行袂动哦，行危险，会滴骨哩。将近的包尾有10000粒的肉粽，送予咱全北港镇所有需要帮忙、需要关心的人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端午佳节已经到了。相信是大家爱心甲关怀。和弱势家庭独居老人感受到社会温暖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